大家好，我是法国少子哥，今天我们来分割一下钓鱼。我们用鱼头刀先把它的鱼头取下来。内脏取掉。现在我们把它的鱼排取出来，我们用柳刃直接从它的一个背部开进去，直接推到尾巴，卡进去，卡到龙心骨位置，推下去。上半段同样的操作，翻过来，我们现在把它鱼排割出来就可以了。另外半条同样的，这样的话整条钓鱼的一个鱼排已经出来了。现在我们把它的内排和鱼皮取一下，取它的鱼皮，我们直接从它的尾巴部分开始取。我们先把桌面擦一下，尾巴割进去，转过来，大拇指顶住鱼皮，现在我们拿出一张出发装，因为鱼处理出来它身上是有油脂和水分的，所以说我们用出发装置吸收一下。这样的话两条钓鱼的分割已经完成，然后它中间还有条鱼刺，回头我们再处理。然后至于说我们钓鱼取出来怎样的一个做法，来我直播间告诉你。作品每天更新，喜欢的老铁双击关注，感谢观看。